刚才腰带不如泳双，我问问你，我腰带能碰见人吗？他们家永恩、维恩、艾克，我连位移都没有，完事我上去也碰人家去。我换泳双干嘛？我换那泳双。跑的挺快，完了，一级学了个 W 的。谢谢程红熙的飞机儿。你要说对面全是近战，哎，一个落手，一个刀锋，其余的人也没有位移，那我出个泳双那倒行。嗯，你那最后一波我出啥他都死。没有限制技能，那维恩在面前硬点我，那都没人敢上，那艾克送的人头送的太多了。菜就菜，别老往我身上说。我们出啥？我们出100个帽子，那把也赖不上我，跟我也没有关系。能带动就带动，带不动就拉倒。点点点点。起飞了，兜兜兜兜。干嘛 A 我？跟我比谁手长？回家了。当当当当当！把E用了，可以试试。有这么猥琐吗？干哈呢这？这是啥意思？我这是啥意思？得了，这电耗着猥琐的要死，拉倒吧。我正好回家了。先来个攻速海，这游戏吧，啥玩意儿它都讲究一手运气。你说上把的艾克换到我们家是不是赢了？那上把的永恩换俺们家是不是也赢了？这不是那
别的的事儿，你知道吧？起飞了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闪现点燃，完了，一换一 ，fuck 油，点小兵了。咳咳好肉啊，这凯南！我上去那一瞬间，我忘了他没有闪现了。其实我有点犹豫了，不太痛啊，打他身上感觉。我发现前期还是不能出这攻速牌，伤害太低了。好猥琐呀！起飞喽！点你！感觉这塔下应该能杀，伤害差不多。抖抖抖抖抖。他咋升了呢？哎，飞慢了，给我塔皮还整没了，真膈应。谢谢水晶锋利叉。还挺疼，你说你不好好补刀，你老点我干什么玩意儿了呢？啊，你说你不好好补刀，那点我干什么玩意儿呢？那塔下一共12个兵，补了6个，一个刀不补。炸死吧，一换一。那阿卡丽一顿给我点信号，哎呀，算了吧，不行，跟他换了得了。
刀锋伤害真可怕。谢谢 solo。我是不是没打过你？我发现呢，啊，我是不是没打过你？我发现，又点小兵，这给你狠。这不炸着你吗？算了。哎呀，我操了！哎呀，总是这个人就很烦。不是舍不得闪现，他有闪可能，我忘了他有没有闪了。我闪现过去 ，R 不着他，我不亏了吗？我等 W 再闪，他不必死吗？啥也不到，你别老在那发弹幕，掉价。啥也不知道。我感觉那瑞文是不是又要来了呀？真猥琐呀！你们猜他补了多少个兵？你们猜他补了多少个兵？50个兵，14分钟他补了50个兵。我跟这人玩游戏累，不补兵。我这打完了。
来个绿叉。这把我们虚区环境其实不太好，我主要选择波比，主要是我想对线能好对一点。起飞了，嘟嘟 ，nice！ 起飞了，嘟嘟。起飞了，嘟！闪现嘟嘟，再见。全部再见。去东路踩塔。回家啦！原来小恶魔有积木啊！寒冰，哇！寒冰，哇！打破妞，走位一下，漂亮寒冰，哇！看见没？什么玩意儿呢？讲究个运气。你在对面那俩要是俺们家的，是不是又完了？不过这种老一把赢一把输的其实挺膈应的，不太应该这个样子。正常应该到晋级赛了出现这种恶心人的东西，你知道吧？没到晋级赛应该基本上都是正常人。小可爱在右边呢，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杀你小可爱？三二一笑，对不起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本以为是个小可爱出来了，没想到是一个拿刀的女人。哎呀，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这个女人她架着把刀，我没开 Q 吗？我就有点 Q 了，没开 Q， 天哪，没开 Q 挺致命啊。能打过他们？我操！赛亚卡利起飞喽！小露露，我放你一马。他主要他能变羊，要不然我就杀他了。那寒冰不来射，射完中路不没了吗？来小龙，小龙30秒，
速度 quickly。 我们家的阵容又是脆的一匹，白银玩阿卡丽全是带，他带个技，即兴发挥呀，他不是带，那让刀锋一顿伤还带呢。哇哦，有点厉害。等。好猫猫。为什么会没点动呢？刚才那个瑞文，不应该呀！刚才瑞文没点动，我属实有点不能理解呀。一枚红城，二枚护甲，为啥没点动啊？起飞喽！哪有减伤啊？他没有减伤。这波你们中路应该是二打三，我们下路推，来人了，不行了，撤。跟他，你跟我干嘛？我无尽了，无尽青雨儿，再搞一个春哥，起飞。嘟嘟嘟嘟嘟，起飞了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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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这虚区咋那么低呢？那点人不暴击玩个屁呀！我靠，我这75暴击点人不暴。太难玩了，这都什么狗屎运。